请问在座的贵宾，如何将马未都揣进口袋呢？首先下载我们这款大师软件，根据语音提示扫描鉴定物，资料会上传到云端。我们的服务器里储存了从唐朝到民国的数万条文物数据，大师会实时给出鉴定结果。下面由我来演示给大家。赝品、真品、赝品、还在那儿干呢？啊，他们领导已经同意他离职了，现在手里的案子结了，就会放他走。我说，马上就到。怎么了？车钥匙给我，后面的事情你搞定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昨天不说让你不懂。车钥匙给我。什么情况？自己人，不是他吧？人呢？还正刚呢？悲伤过度昏迷了，现在在病房呢。今天下午万正刚买了新家具送到老房子，准备装修完给赵宏宇住，正在收拾，他失联三天的妻子林白玉突然闯了进来。这个林白玉认为万正刚在九号墓的案件中出卖了他，要和万正刚同归于尽。可正在这个时候，万正刚的女儿赵红宇突然冲了进来，阻拦林白玉。林白玉丧心病狂，开枪击中了赵红宇。赵红宇下意识还击，当场打死了林白玉。这就是万正刚的口供。下周那顿饭，你买单。必须的。下午又干嘛去了？钱一老板，你的辞职报告老李还没批呢。如果下边是你去的话，红宇就不会死。你好，仙子。之前赵宏宇啊，就有多起打架斗殴、寻衅滋事的前科。我们会派一名民警监督他的社区改造的事务。每周他必须向派出所报到2回。啊，哎，小邵，这是民警小邵。啊，你好，我叫邵宽成，以后赵宏宇就由我负责。怎么负责呀？
娶我呀？闭嘴。邵警官好了，这是我在电视台录制唐诗讲坛的入场券啊，不成敬意啊，谢谢。有话说，有批放。姐姐，我叫赵宏宇。宏宇，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们，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你们搬到了那么远的地方。警察找到我，告诉我你妈因为抑郁症自杀了。找我们干嘛？欠你钱吗？我们是父女，这是不争的事实，而且我对你有义务啊。你跟电视台主持人乱搞的时候还记得你有个女儿吗？怎么半天不接电话呀？在哪儿啊？在路上。你不会忘记今天的采访吧？我可是一星期前就安排好了的，人马上就到家里了，你可别迟到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你今天穿的是浅灰色西装和卡其色裤子吗？对呀。哦，那就不用换衣服了。好的。笑什么？是不是我不跟你回去就得去坐牢啊？当然不是。如果你想回自己家，我可以送你。家？范教授，你回来啦！老范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大家都等你半天了。哼，真够气派的。哎，同学，请你换个鞋。不太方便，要不然你替我换。老板，这位是啊，我的一个远房亲戚。对，我是他远房的亲生女儿。
也不是太远啊，就是拘留所到这儿的距离。我住哪个屋啊？小玲儿，这件事你是怎么想的？谁自诩自己做事儿最稳妥了？你为什么不先跟我打过招呼啊？这几年你找女儿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我林白玉是那种小心眼的人吗？你要是这么看我的话，那我就太失望了。难道你是故意的？故意当着有外人在的时候来个先斩后奏？万教授，我在为你奔走，为你安排，让你的电视节目可以继续播出。你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我给你安排电视采访，不就是为了让电视台给你续约吗？啊，换回来的就是这样的当众羞辱。说话呀，不说话这事儿能过得去吗？小林，这十几年你每次跟我发脾气我都百看不厌，你美得不可方物，我不忍打断。小心，那可是真家伙。莫莱塔，意大利名枪，历经数位奥运冠军之手，收藏级的古董。你看，连子弹都是银制的。还有子弹呢？这撞上就能杀人吧？这把枪可不是什么人都能碰的，啊！你得有合法的持枪证才行。白玉姐姐之前可是专业的射击运动员。大叔，你紧张什么？这又没警察。哈哈，守法可是每个公民都应该做到的。还没请教，您是哪位？那你又是谁啊？不好意思。林涛，林涛，到！为什么那么主动给赵宏宇安排工作？我就是想送万正刚一个人情，好让他以后帮我的忙。咱们随意吧，啊。人还没到齐吧？啊，小刘吃过了。不是，我是说孩子，不等孩子了。我没要孩子，从未打算要。我不喜欢小孩，这点你们俩倒是挺像的。谁能保证每一个孩子都是天使呢？我以前做社会新闻工作的时候，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，什么孩子染上吸毒之类的恶习，天，简直是一个家庭的灾难。万教授认为，教育可以塑造人，可我认为，一个人的优劣大都是来自于基因。那以后你们的财产，谁来继承？不是我们，是我。你看这一切，都是我辛辛苦苦、勤勤奋奋工作得来的。这世上，没有不劳而获。关于怎么养活自己，就不用你来教我了。可惜了。我的工作呀，被你老公搞黄了。我说的工作可不是穿着短裙在男人面前晃来晃去。小丽，话不好这样说的。你不穿短裙，不也才几年而已吗？我想起来了，我的那个秘书啊。最近正在休产假，你，就是你，你敢不敢到我的公司去上班呢？你们公司敢不敢让员工穿短裙啊？我们都是跟艺术品打交道的，这个我们很自由。来，林总，我敬你。好啊，敬你，来敬。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
九号墓，想拿它入伙。但九号墓买卖太大了，只有外国买家才吃得下，所以中间人只能是万正刚。小林，你这胆子也太大了，这叫犯罪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我原来做过法制节目，法律的事情我比你懂。林涛就是让你介绍几个外国朋友给他认识认识，至于他们怎么合作，我们不参与，我们不知道。你这叫自欺欺人。你知道这么多年我从来不沾古玩生意，因为这池子水太浑，出淤泥而不染是我的毕生追求。介绍费，他愿意出这个数？我是做学问的，钱对我来说不重要。那钱对赵宏宇重不重要啊？我之所以同意他住在这儿，是因为我知道你觉得欠女儿的，可这是我家，当他是敌人还是客人取决于你哦。嫂，早上好。你这一个月10000多块钱给的，算是喂狗了。他现在嘴硬，那是因为他还没有意识到，女儿究竟对他有多重要。你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，搞定他，不靠他女儿，得靠我。我想让他哭他就哭，我想让他笑他就笑，他还以为他是自己想哭自己想笑。警官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为什么这么问？不然你们不会平白无故来问林白玉的事儿。你们告诉我出什么事儿了，我会给你们提供一些更有价值的线索，我会争取戴罪立功。啊，林白玉已经死。林白玉说什么了？啊，他说什么了？我告诉你，千万不要相信林白玉，我就是被他拉下水的。他是罪魁祸首。别去，赶紧走。投资方很认可我们的产品，但是对你的表现非常不满。本来今天是要签约的，投资方说再等等。为什么不接电话，微信也不回？你到底在干什么？邵宽臣，你去哪儿了？能回我一条信息吗？当初创业的时候，你说3个月之内肯定离职，结果呢？3个月过后又3个月，你是不是舍不得警察这份工作？这案子是你破的是吧？对，你看你看，这个就是我。哎，你厉害啊，你站这么远都能认出来。没你厉害啊，就这么会儿这视频你都看4遍了。禁毒支队赵宏宇。邵宽城，刑侦支队文物大队的。哎，你们俩。郭德宝，男，1965年生，原西京电影制片厂美工。
在文物武器方面自学成才，对文物断代及寻找古墓位置非常在行，擅长爆破及自制武器。自2005年左右起，与西京市郊县组织多个盗墓团伙，疯狂进行盗墓及倒卖文物等犯罪行为，导致大量文物古迹损毁或流失海外。一个月前，我们在查处一起文物走私案件时，嫌疑人透露了一个重要线索：郭德宝回到了西京，在策划一起叫九号墓的大案子。通过对监控录像的调取，我们果然发现了郭德宝的行迹。他在一个月内两次进出这间金舍艺术品公司。这家公司的法人及董事长叫林涛。我们对金舍公司进行了排查，发现除了几起来路不明的文物交易外，并没有发现该公司和郭德宝之间的非法往来。之所以还没有正式传讯林涛，主要是担心打草惊蛇，断掉了郭德宝这条线。嗯，好，坐。听了这么久，这个郭德宝又不贩毒，为什么要找我们？小赵警官是直截了当啊，真好。是这样的，我们在摸底金舍公司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占股30%的股东，他叫林白玉，跟那个林涛是同乡。他的身份吧，我不说大家都知道，他是咱们西京电视台著名的主持人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是他的另一个身份，他是西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万正刚的妻子。这是李队长做的行动方案，你看看，你也可以坦诚地谈谈你的想法。你要是不愿意，领导们是绝不会勉强你的。小赵警官，我也实话实说，选你当然是考虑到你跟林白玉一家的特殊关系，这样便于接触金舍公司。红宇，有什么困难你就说。在座的领导会尊重你的决定。他姓万，我姓赵，我们已经十几年没有见过了。李队长，你凭什么认为万正刚会认我这个女儿呢？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吗？说。这本《谁在收藏中国》是万教授编写的。你以前叫万俊，对吧？在1000年以后的今天，我们反观唐代，无疑有两个女人最为知名。一个是把李唐皇帝改下台并取而代之的武则天，一个是让李唐王朝彻底走向衰败的杨玉环。而站在这两个最具传奇性女人之间的，就是挽救并延续了武氏一族显赫地位的，并为自己选择了继承人的武惠妃。当时唐玄宗本想立武氏为后，结果竟遭满朝文武公开反对，最终唐玄宗不得不被迫选择妥协，昭告天下册立武氏为惠妃。皇帝宣布惠妃为后宫之主，宫中所有待遇等同皇后，实为无冕之后。而后来乱唐的杨贵妃却因诗人、戏剧家、文学家的传唱千古留名，武惠妃则被摆到了正史的边缘，几乎被人遗忘，竟然连墓冢都无人问津。中国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男人的历史，但女人是男人的影子和镜子。纹身行吗？所以女人也是中国历史的影子和镜子，许多事因女人而发生，因女人而结果，因女人而真相洞悉，因女人而扑朔迷离。
你比电视上胖点儿。为什么您要我送呢？难道您不怨恨我吗？恨。不过，我想了解一下红玉的另一面，他只是这一面。